大家，我现在在一个莫名其妙的地方录开场。这支影片原本应该是刀房便当，但是我发现影片这样好像会太短，所以就加码我一周都吃什么。发现刚下班，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哟。Q&A， 然后我刚去一间面包店，它叫做菠萝面包吧，我觉得它拿铁很好喝，就是很顺口，不会苦，然后有蛮浓郁的奶味，然后它要打奶泡，就是即使是冰的上面也会有奶泡，还不错。这家菠萝面包。然后我最喜欢他们家的海盐奶油卷，长这样，很好吃。如果你去买，他会帮你加热，然后刚加热完热热吃也很香。便当的故事好了，就是我平常就食量很大，然后刀房便当我都可以就是吃光光，我都一扫而空，
我的同事他们都会抱怨说很难吃很难吃之类的，然后以至于我就每次吃完有人经过我旁边，我都会把便当盒偷偷盖起来，因为我怕大家觉得说你怎么吃那么干净，很不挑食哎。哦，虽然吃干净洗衣服是一件好事，但是你就看大家就是都剩很多啊，然后有一些人就为了维持身材就是白饭都不会吃，可能就吃一半之类的，然后反观自己把它全部吃光，就还是有点害羞，哈哈。